大家好，欢迎来到佛中解说。今天是已经路上三千了，先把保全开完，然后总共打了多少场？我看一下，总共打了297场啊！终于，其实说白了，要天天玩的话，可能早上三千了。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因为是最近就没有太多时间去玩这个游戏。然后刚刚上这个传说，也是，其实也不是属于意外吧，因为这边看我还有好多这个点券是没有用的，证明还是，是不是解说还是有一定的那个实力的。那这边的话上三千的这个卡组啊，然后也是比较，现在可以说是算有点主流吧。那第一个就是大皮卡，大皮卡的话，虽然它移动速度慢，但是它血厚，而且一旦它过了河走到你的防御塔下面，就会造成一个成吨的伤害，而这个成吨的伤害是相当吓人的。所以说大皮卡这个英雄，什么英雄呢？哎，我这个呸，这个卡牌啊是这个卡牌的核心，其次就是另外两个核心，一个是黑暗王者造成一个群伤啊，另外一个就是王子，这两个的话偷塔狂魔真的是偷塔狂魔，去偷这个塔的话不要太快。其次的话就是我们的冰冻法术，冰冻的法术的话作用就是当你的两个骑士走到对方的塔下进行输出的时候，对方要解你的牌，你可以用这个冰冻法术，然后把他们全部冻住，然后让你的这两个骑士第一时间输出更多。然后再来就是圣眼收集器，圣眼收集器的话是缓费用的，这个不用多说了。然后就是公主和寒冰法师，公主和寒冰法师的话你可以和大皮卡有效的搭配，这样的话别人出文字的话你也可以解掉，或者是对面要浪费剑雨，你也可以用剑雨去把这个皮卡解掉。主核心就是保皮卡、保王子，然后保双王子。这边我们直接来看一下今天是如何上了三千分。我先看一下这边公告啊，算了，公告不用看了。然后这边的话还是老样子吧，三场。这边进来之后，现在这个我手上的卡牌啊是没有大皮卡，但是有双王子，所以说会考虑直接让王子直接突。然后对方的话是有一个野猪，可能也会直接下野猪。这边是直接下了野猪，加上一批这个哥布林啊，但我这边就没有管他，准备直接和他换。可能我这个塔只会直接被推掉，但是他现在这个费用的话是没有办法阻止我，我也可以把他这个塔全部推掉，全部换掉，是不是？然后对方的话是用文职把我这个解掉了，然后我这边的话，我的国王塔还是被受到了一定的伤了，掉了一定的血吧。那这边的话，在费用上我现在是属于一个亏的，但是好在我现在手上的牌比较不错，然后对面是出了一个圣眼收集器，他要还他的费，那肯定我也会还我的这个费用。那这边的话就可以看一下，就怎么去打这一波，看对方是执意要推我的王子塔，我的国王塔，还是推我的左塔或者是右塔。那这边的话，我是可以考虑先下我的大皮卡，皮卡第一时间，下来的话造成，然后换到对方位置，对方是直接过来就开始下黄毛，把我的圣眼收集器打了，他看我存废，他很不爽。那这边的话我就不用管了，让我的黄这个大皮卡的话应该是可以打到他的这个王子。我这边准备用一个冰冻，冰冻的 CD 没好，这边下一个王子挺了一下伤害，然后让我的这个大皮卡是没有受任何伤害，而且王子的话现在是可以持续的进行一波冲锋。这边的话黑暗王子也可以第一时间下下来的，因为对方是一些小哥布林的话考虑下一个公主，公主在后方搭配这个法师兵法胡歌加上公主的话，这样的话搭配的话可能会比较好一点，至少可以让我这个安全的走到位，是不是？然后减速对方的黄毛，我这边我这个大皮卡砍他这个黄毛是一刀一个啊，加上我后面还有一个黑暗王子，那我这边就可以考虑直接去预判丢一个剑雨啊，这个剑雨是的确和我想的一样的，他直接是下了一波那个文字想解掉，但这边的话我的大皮卡走到他的王子塔下，直接拿了一个三星，就把这一波直接搞定了。然后这一局的话是加了大概多少分，这一局加了20分啊。然后我们再看下一场，这把的话对方是一个3000多分的，然后对方的卡牌和套路和我的几乎是一模一样，但是开始我并不知道，但是我这边的起手牌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比他的要好一点。我这个手牌起手牌很重要，这边是第一下了一个大皮卡，
然后对方是用圣水收集器，然后缓了一下自己的费用，然后会下一个寒冰法师来减我的数。那我的大皮卡的话，我可能会在后面紧跟着我的王子和黑暗王子，只要我的费用一续够，然后对方这也写下来的一个大皮卡，那我这边可能就黑暗王子暂时就不下来了，然后冰冻住他们的这个大皮卡，加上他的这个法师，然后尽量把他的这个大皮卡砍掉。他这边下了一个黑暗王子想偷我的塔，他应该是偷不掉，他双王子偷塔和我的真的是卡牌也是一模一样，但是这样的话他是血亏的，因为我这边下了一个公主，然后加上两个王子都已经过了河，大皮卡在吸收伤害，皮卡虽然死了，但是我的两个王子的话也是第一时间把他的这个牌也推掉。那对方的话现在是没有一个费用去解我的公主，或者是他准备用公主七级去解我的公主的话也是血亏的，因为我这边是公主两件可以射死。那我这边的话就不用管了，也不用考虑太多，我就直接去补我的王子，然后把这个塔直接换掉。这一波牌就是非常的强势，因为他的两个王子大概一个是四费，一个是五费，在费用上面的话还是能承受得住的，所以说一旦让这个卡牌这一套稍微抓到一点机会，就是一波反击，而且这一波反击的话打出来的话就相当理想。那我们看最后一场，这一场助我上的传奇也是一个三千多分的。那这边的话出来的话，我的手牌也是今天是运气是真的不错，对方是排击炮牛啊，排击炮牛的话是其实对于我这个阵容来说的话是要经常和他去互换，有点不划算。我这边先把大皮卡下了，他这个小哥布林的话打不了我多少血，我没有必要浪费这个费用去解。对方是直接出了黄毛在前面顶住，然后出了一个普跳，那我这边是直接想办法拖住黄毛，然后用了五费加上这个用了四费加上三费的一个胡歌这样拖掉的，但是相对来说很伤。然后我就想了一想，其实当时不如让黄毛走过来，走过来之后我直接用那个冰冻冻住，这个费用还是有点吃亏。然后我这边大皮卡虽然走过去了，对方是放了一波蚊子，但我的皮卡还是很安全的锁定住了他的这个塔，这边我的塔大不了就和他换掉，是不是没什么大不了。那这边的话是和他把这个塔互相换掉了，然后在费用上面的话我是领先他一费，领先他一费的话我这边就直接可以开始放圣水收集器。圣水收集器放下来之后，我这个右塔还在啊，右塔还在的情况下的话，我就只需要做到一个防守，因为这一把的话是上三千，那我会相对来说打得比较谨慎。那这边是直接放这个我的王子啊，我这个圣水收集器放这个位置正好吸引住了他的这个排击炮，所以说相对来说这样的话他就是一个很吃亏的一个局势了，我这边无非就是损失一点费嘛，但是他的牌不断的在被我解掉，然后而且圣水收集器还没有完全打掉，那这边的话我就可以反以攻为守了，因为我这边这个卡牌的话手上这一套的话是已经可以去打一波了。然后这边打费存满之后直接下了一个大皮卡，那他肯定会下一些攻击项或者是防御项的东西来守住我的大皮卡，不然我推过去，因为他现在如果还是有一点希望去破掉我这个塔的，但如果我这个他让我的大皮卡过了河，那他就是彻底的输了。那这边的话皮卡出了之后，这边又搭配了一个黑暗王子，这样的话可以吸引他的小怪，然后又搭配了一个公主，公主的话他利用这个炮碗把我的这个黑暗王子和皮卡造成一波位移走过去了，然后我这边先是冻住了他的黄毛，然后大皮卡在不断的对黄毛进行一波伤害，后面补了一个寒冰法师去打他的这个炮，然后让我的这个大皮卡稍微能稍多存活一会儿，然后就不断的下冰，不断的下我的这个他这波是血亏，他这波真的下了血亏，他下了一波那个蚊子的同时我下了公主，然后我的寒冰法师是选择他的蚊子，所有下来直接就一下就推掉了。那同时的话现在费用我是一个大领先，因为我的这个塔一直在啊，然后这边的话我的这个大皮卡又下来了，然后加上我的黑暗王子和王子马上也可以下来，他现在对方已经慌了，现在在想尽办法把我这个塔换掉，但看样子是换不掉了，因为他这个塔估计也要丢掉，因为我这边还在持续对他进行伤害，那可以打到一个两星的胜利。那这样一下的话就几乎上他对方就已经无解了，但是也是助我成功了上了三千，上了传说，这个真的是神助攻，真的是神助攻。然后上了三千之后呢，这个卡牌的话可能还是可以长期的利用，所以说再给大家看一下这套卡牌，其实我也想去是不是抽一波了，因为我现在这个点券的话上了三千，想要稳住的话可能只能稳到三千二左右，三千一到三千二，但如果我想要持续再上分的话，那可能就是还是有点难度了，因为现在我看现在全球排第一的也才三千九，我现在全球第一才三千九啊，
支持玩家吗？哎，为什么会那么低？不应该啊，小胖校长才3800，我看一下上排名的话要多少可以上排名。前两百的话要打到3500，而且都是11级、10级、11级，这样相对在本地的话，我看有没有排名啊？上3000的话，我估计还是有点悬，因为3000的选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本地的话也要到3400，所以说这边就会考虑我把这个，我要直播退这个，退这个，先把这个捐了，来退掉。然后华丽的殿堂去找一下这个，找一个俱乐部啊，最后可以找一个好一点的俱乐部，然后去深造一下，然后找一些大神切磋，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就是这个游戏的话，你要不断的磨合你的卡牌，然后不断的去切磋。看 IG 俱乐部是收多少的 ？IG GD 搜索。爱机俱乐部，我操，那么多，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1000多，爱机俱乐部，太多了，真的不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这是真真假假根本分不清楚了。King， 钟培生 ，OK， 哎，直接加进来了。那加进来之后，来请求一波红包。钟培生在这个俱乐部啊，钟培生才2800，不应该啊，是不是有一些改变啊？算了，今天就在说到卡牌啊，说到卡牌，这个俱乐部就暂时不管了。然后现在我也是 IG 俱乐部的一员了。然后这边的话是那个寒冰法师和这个公主，其实在这套卡牌里面起到的作用也是比较关键的。寒冰法师的减速和公主的这个群伤是在这个整体来说的话，是可以打出一个比较强的 AOE 伤害，或者是解对方这些小哥们的这种小牌啊，解的话是特别好解。所以说这两张牌的话，大家是有必要去考虑去拿到手的。那这边的话，可能下面版本会更新的话，也会换一些打法。那这边的话，具体是会有什么样的打法的话，下期我会带给大家。那我们下期再见。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可以用 APP 搜索九游，里面的视频站有我的很多视频，第一时间在里面更新。